是不是吃？他为什么只吃上面的？他喜欢吃水果。哦，好了，就当做没有过果子。哇，你们这好浮夸。他离我有点远，我盯着他很久了。我从小就爱吃水果，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吃自助餐嘛，然后结果所有人都去一个劲儿拿鸡翅啊、披萨什么东西的，我就一个劲儿吃水果。在爱情上吗？向往，我觉得没有人是对爱情不向往的吧。对，但是我是比较就是随缘吧，就是就跟中奖买彩票似的，突然呀，你我想都没有想到突然中了一个奖，哇好开心哦。你没有中，可能这个缘分还没有到，等你再去刮再多的奖，那刮不中还是再来一篇。对，不强求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抱着美好的心等待。生孩子这个东西，嗯，生孩子我觉得也是随缘吧，疼。我觉得你得多爱这个人，你才愿意去为他生孩子啊！真的是非常爱，我觉得爱到骨头里面吧。像我这么怕疼的人，我是我只要感觉到你对我好了，我会加倍的对你好的那种人。而且我又很会照顾人，你包括你其他的一些零碎的事，你要是不会干的话，我只要我爱你，我也可以帮你干。你看就是这样吗？你们家灯泡坏了，我给你帮你去修灯泡。咚咚咚咚咚。哦，猪。哦，还你看有小猪啊。时光难倒回。我什么天啊？为什么家里特别热啊？我们家怎么那么冷啊？我饿啦！其实超级好吃，就煮点豆腐在里面就好了。不用，它就热一下就好了。啊，豆腐里面、啊、也有，热一下就好了。一到两人份也太少了吧。哦，他会加火腿，加了不少东西吧。他是一个很会照顾自己的女孩。很熟练，你发现没有？啊，熟。哇，我这个很好吃哎，看上去。还有那个辣牛肉汤也好吃，配一点米饭啊、哦，对，而且是那种紫米饭。好重啊！哦，这个水倒就是家里的。看上去很好吃啊。我现在也迷上看吃播，你很喜欢听那个声音是吧？对。哎呀，我拍照了，这也要拍照，摆漂亮一点，还要摆盘，还要摆，就这么几个，还要摆汤碗。
我也好饿呀。